借着这个空档跟大家分享一下卡丽塔还有萨摩斯前阵子跟 Neighborhood 一整套联名关于咖啡的一些用具、我相信国内可能也比较少大全套的一起展示开箱。卡丽塔这边出的就是一个手冲架，经典的不锈钢三孔滤杯，然后是一个鹤嘴的手冲壶，大号这种，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勺子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磨豆机，配上一个粉杯。卡丽塔这边所有的联名上面都有卡丽塔和 Neighborhood 双方的 logo， 有一些是印刷，然后有一些是雷射雕刻的。然后萨摩斯这边呢，就是一个保温杯，但它没有盖子，就是一个杯。这边是 Neighborhood 的 logo， 然后把手上还有这边就萨摩斯保温瓶，就只有一边是两个 logo。然后它的盖子是可以做杯子来用，传统简单一点点。朋友们，大家知道卡丽塔呢是一个日本非常老牌的咖啡用具品牌了，它的滤杯设计呈现出来的手冲风味呢，基本上也是比较偏日系那种中深烘那种比较慢的低滤式。我自己日常喝最多的风味还是比较偏向于北欧浅烘这种。不过这一套呢，其实用起来还是很好看，我觉得颜值还是 OK 的。它为什么配这么大一个壶呢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手冲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水压，即便我们冲一次分量的手冲，这么小的滤杯用不到这么大分量的水，但是它为了保证有一个稳定持续的水压呢，会需要装多一点点。所以一般手冲壶我是觉得买大不买小，当然也要看你自己的手腕和手臂的力量是不是能支撑得住。然后手冲架我是觉得就算不用卡丽塔这一套东西，你用别的品牌，其实这个手冲架也是觉得蛮好的一个咖啡用具，就可以适配很多不同尺寸的滤杯，一边冲一边称重量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数据。 OK， 那简单就跟大家还想看一眼这一套东西，具体每件单品的特写呢，我到时候会再拍在画面上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分享呢，一定要一键三连哦。 OK，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。